以前的慕容秋荻对比现在的慕容秋荻，这是以前的。念只念那相遇的一瞬间，为你把时空穿越。好厉害的剑法，移动剑，这里头所有的剑都全都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转眼间，我是从慕容山庄来的，江南大侠慕容老前辈的独生慕容秋荻。自从那次风铃跟你见面以后，我再也无法自拔。我不允许别人负我，尤其是你。天底下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算慕容秋荻是天尊，他也还是慕容秋荻。现在的慕容秋荻，江南七姓唐少主慕容秋荻。三坛风笛手难，雨尽随风如潮出水。